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西夫雅集私人博物馆。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作品叫做《浴火重生，盛世再临》。为什么会说是浴火重生呢？因为我们今天又有用到我们的凤凰羽，它其实就是孔雀羽毛，而凤凰的意思就是重生，所以我们插了这两根凤凰羽，下面就配了一些枯叶。这些枯枝枯叶啊，因为有凤凰的加持，所以它旁边长出了一些嫩芽，而它下面的这一个种子，我们用一个名一个音来代表它的重生。而其实这个作品啊，为什么又叫盛世再临呢？其实是扣背了它下面这一个北宋的官窑冰裂纹玉壶春，我们可以来再特写一下它。因为在北宋过后啊，这种官窑的玉壶春冰裂纹就很难再做出来了，它已经称霸了几百甚至几千年。它跟我们一般这一种另外的这个拍卖会的雍脂薯粉就差很多了。这种啊，通常只有在100万甚至200万人民币左右而已，而这个的价格根本就是天差地远的存在。通常我们要看到这一种等级的东西啊，都只有在真正的收藏者家中，或是我们这种私人博物馆才看得到的。希望大家可以来看一下。